现在是早上6:30，这里是停车的地方，大屯山安部停车场。那这边可以停24辆汽车，那机车也有停放区。登山口在一进来的右手边，大概5公尺的地方。今天看起来是芒草盛开。我们现在呢要进入的是鹿角坑生态保护区，那它是必须要申请的。那今天呢打算要走小观音山六连峰，是保护区里面的所谓的小观音山大 O 型的路线，现在在这里大屯安部停车场，然后会走好西风。那我们今天会切到那个清风轮，那清风轮不在保护区内，绿色这一块才是，就会往右一直走到小观音山西北峰，然后再经过小观音山北峰啊，开始顺解菜头轮，再下到小观音山北峰，小观音山，再回到大屯安部停车场，完成一个大 O 型。下来不到1分钟，就有指标往今天第一个点三之家。从停车场进来大概3分钟，就会抵达三之家。这里听说是昭和13年的时候，在此有一个国立公园三之家，提供给山友宿营的地方。那当然目前看起来就是一片的空地而已了，这是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前进的方向。离开海拔825的三之家，这边有写往左边是走西风，往右边就走主峰，那我们等一下会走左边西风，路标清楚。进来不到10分钟吧，就会到这个有一个岔路，那我们会先取左，它这边是写西风左线，那这一边是西风右线，这里离开往西风的路岔上来是采笋道，一路的缓步上坡。西风左线开始就一路上坡，那这边就是采笋道嘛。那上来以后，这里又一个岔路，然后没有指标，那你要走左边，因为右边好像就是又是下山的路径，所以我们要往左上。美丽的建筑隧道，第二段建筑林隧道，沿途路径指标明显。现在大概7点钟，我们已经来到往西峰的登山口了，那我们要直上西峰，走。登山口上来就是高耸的竹林，比人还高，两侧有辅助的绳索，但不难行走。前几天没有下雨，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遇到泥泞的路径，持续走在高耸的建筑林区中。清晨的阳光慢慢露脸中，我们持续在高耸的建筑林区，走上整段都有绳子可以帮忙，比较不累。上来的第一个展望处可以看到大型的船舶，哦，台北港，也可以看得到底下的大屯山安部停车场。离开拉绳的高耸竹林区，就会进入一小段的刷脸竹林，但不会太长，又回到美丽的高耸建筑林区。嗨，美惠，这段还好走吗？还不错，因为两边有绳子，所以上来不太费力，而且拉着绳子上，对，而且还晒不到太阳，都有建筑林挡住。没错没错。
建竹林以后会来到这个 T 字路，那我们等一下这个 T 字路会走左边，左边有布条，那右边呢这边下去就是可以到防民线的七号，大屯溪古道防民线七号，所以我们会先走左边。好，哎，再度进入高耸的建竹林区，7:15，我们抵达小观音山西峰，这边海拔1043，那这里就是大屯溪古道六号防迷标志。刚刚那个梯子一进来，不用1分钟就到了。是啊。对。哇，大大的太阳。从小观音山西峰到西西峰的这段路径会比较平缓好走，感觉有点像走在人线上，只是两边的建筑还是很高耸。开始走在一段岩石的人线路径上，一阵山岚飘来，有看到路径吗？好，我们已经到五号防迷庄了。指标很清楚，往前走就是走大O型，那如果往右下切就是走小O型，那我们今天是要走大O，所以会往前，看来又是一段岩石区，往前走，出发。好，掌握得住可以看得到下面的2次坪停车场，大屯山安富没有停车位，也可以到这边走大概7分钟。走完岩石人线路，就会看到这个指标，往清风轮继续行走大屯溪古道。那这里是下坡，对。现在要往清风轮的方向，可以看得到整个山支地区以及外海。下坡就会滑喽。对，就会滑喽。而且路水很重，两旁的路 水对，没错。因为路径滑，两旁的建筑要加紧抓一下。今天的风非常的大，你看那个云雾在飘，很快，山头一下子有，一下子没有。但大部分还是可以看得到蛮远的，对对，视野还蛮远的，视野还不错，好像倒着下比较安全。对，因为露水跟泥土很滑。好了，绳子拉紧喽。过刚刚的西西峰以后，下一个景点就是福龟石，这边海拔刚好1000公尺。那颗叫福龟石，目前还看不出来。我也看不出来，没有慧根。那我们继续往下。好哦，好哦，继续往下，然后就是很陡的陡下了。持续的下坡，没错。那现在下到大屯溪古道了。好。抵达菩萨眼赏景区，我们去看看喽。一小段的建筑林路径，菩萨眼。我们再近距离看一下，可以看得到山支地区以及大海。
离开菩萨眼没几公尺，就会看到往清风轮的指标。我们继续前进哦，持续在建筑林中奋战。回拍下来的路径，一片的抹茶山。我们要下到前面路径的山头喽。对。看到前面山头的路径了。强劲的风势，大概是东北季风快来了。秋天到，芒草慢慢的盛开了。劲的风势啊，那这段是陡下，还好有拉绳子。哎，回头拍一张，耶耶，好玩，好玩哦，好玩，风好大。我们已经到了清风了，耶，8898。那这边呢是一个视野，大台北。环山都看得到，那接下来这边有一个指标，往大屯溪陡下，很陡，所以他写了两次陡下。看来是真的很陡下。没错。这就是神勇坡了吗？可能有一段哦，这边陡下哦。现在是早上8:20。这边是小观音山的殿塔，这是我们刚刚下来的抹茶山，满满的雨意搭配蓝天，当然疾风知劲草，我们今天被吹得连蒙脸的都蒙起来了。美惠还没有蒙，她大概比较不怕晒不怕风，可是整个袖套都湿了，因为沿途建筑很高，然后那个露水很重。对，没错，有没有看到我们刚刚下来呢？有啊，漂亮哦，抹茶山呢？抹茶山呢？离开清风轮，就是要一直陡下到大屯溪谷，然后路径都是泥土，应该蛮滑的，所以尽量。抓着旁边都有绳子，抓着绳子，然后倒着下。好，留意踏点哦。对，留意踏点。8:30，我俩抵达神勇坡。这边展望非常的好。对。哦。对面那个山头都芒草了。好，准备下了。准备下切神勇坡，好哦，接近90度的拉绳陡下去。对，神勇坡，双手拉绳好像比较好下哦。
OK OK， 可以可以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这段神勇坡将近90度的下坡，那两边都有绳索，只是有的踩点还蛮滑的，要留意一点，慢慢的下。大魔王路段 ，OK 吗 ？OK OK OK， 可以可以喽，很好玩，好，很好玩。神勇坡，我俩下好久，太久没有这样子拉绳，几乎垂直的陡下了。安全还是第一的。没错。今天为了来挑战小观音山六连峰，也再来继续试我们的短板雨鞋。花了10分钟的长距离下降，我们终于离开神勇坡。接下来就是大屯溪古道，在几百公尺就到了。对，离开大魔王路段了。现在时间8:55，我们完成这一段神勇坡下来的清风天梯。下完神勇坡及清风天梯，会来到一个小岔路。对，那这个岔路呢，左边呢这边下去会到一个博坎遗址，那下去以后再右转也是就是大屯溪古道。那我们现在要直走，就直切大屯溪古道，就不走这一条，好，走前面。所以我们取右。前面那边有标示往大屯溪。那这边都没有指标。好，那我们取右。大屯溪古道，我们持续下切，往大屯溪。9:40下切建筑林路段下来，到一个点叫做天女岭。天女散花的概念吗？现在9:20，早上6:30出发，到现在终于抵达大屯溪谷。哎，美慧，你在做什么？我把那个鞋底的泥土洗一洗，不然还是会滑。对啊，今天虽然穿了短板的雨鞋，但底部也是塞满了泥土。对，底部都是泥土。漂亮的大屯溪。美丽的溪谷，今天水量不高，耶，完成。好，刚刚过大屯溪这一条上来，这一条就是大屯溪古道。那我们要往右走，因为要走五公里。那左边呢会走到黄明县一号，跟我们往右。一下下就会到这个大巨石。那大巨石呢，往前走可以看到很美丽的瀑布，那个大屯溪的瀑布。对，好几层，很漂亮。路径呢，不是往下走，是要这边回转，上面有很多的步道，是要走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就走这边了。磅礴的水量。如万马奔腾般宣泄而下。沿着大屯溪畔走，是原始森林。这就是大屯溪古道。漂亮漂亮。又来到一个岔路了。
那直行是往主峰跟西峰，那我们要先走左边，往西北峰前进，出发。好了，从大屯溪谷上来，大概要爬升海拔200到小观音山西北峰，就是这样的原始路径，但还算是缓上坡。虽然是缓上坡，还是很喘的。哎、欸，有人在休息了。这有个椅子，这好像那个贵妃椅哦，拐杖哎，贵妃椅啦。二岔路指标喽，那往左就会往甘尾仑山，那我们现在要往右走山腰路，那指标上是写往西北峰还有15分钟，加油！好，走吧。抵达西北峰岔，美惠在定位轨迹图中。对，耶、yeah, ，开心！小观音山西北峰，海拔951，耶、yeah, ，今天第三个山头。展望也一级棒，真的，哇！我们来看看喽，哇！盛开的芒草，我俩现在从西北峰下来。这里是一个三叉路口，这边有一个路口，这是第二个路口，这是第三个路口，我们是要走最左边的路口，因为最左边的路口是要往北北峰的方向。这个岔路，这个指标从西北峰下来不是很明显，所以一定要留意，不要走到下面那个往西西峰的岔路了，这边北北峰，然后呢，这里有非常多的布条，走左边，走右边就会回到刚刚西西峰那个岔路了。有，刚刚我有指出这条路咯。对，走这里哦。好的。这边。离开刚刚的西北。努力工作的奋金龟，好大的力气啊！它居然是倒着推的，莫非后脚比较有力？走了快30分钟的建筑林，哎，离开建筑林有展望了。有，第四个山头，北北峰，高度是1040。以为有展望，结果还是被建筑林给环绕。对，北北峰这边呢，往左就会到菜头仑，那这边是写5分钟，那往右就是往北峰的方向前进。那我们先会走菜头仑，那这一段会来回走。我们来去看一下。对，菜头仑。一样是建筑林路段，大概2分钟，菜头仑1039，这里都没有展望，然后腹地很小，我们就回到北北峰了。11:10从菜头仑出来，再回到北北峰，我们就往北峰跟主峰的方向前进。那接下来应该下坡路段会比较多了，好了。开心咯，持续走在左闪右闪的建筑林路径，完全刷脸的建筑路段，出前方建筑林，这边有一栋水泥建物，上面标示着往站背道登山口约12分钟。现在11:40，我们已经到达了主峰。那刚刚好像北峰已经错过了。对，我们走太快了。所以
没关系，不用补，我们就走到这里。所以今天第五座主峰。那我们在这边稍作休息，还是要继续下战备道。我们就下战备道了。OK， 好，出发了。OK。主峰休息完，我们现在要走战备道。这边。回到我们停车的位置了。对，安步停车场。好，出发。下小观音山主峰下来的路径就是跟之前走的都完全的不一样。对，比较像一个森林。对，刚刚是建筑林。是啊。然后上面有个塔的样子，展望台吧。展望台。耶、yeah, ，回到战备道了。现在12点。对啊。这个电视台的发射塔台。对。但今天都白墙。今天的云雾飘得太快了，对，那我们就继续回到那个安步停车场。这战备道好走多了。对啊。哦，早上真的是千辛万苦的。没有，我觉得我好像那个重见光明哦。今天都钻在建筑，然后一直弯腰的在走。而且建筑的露水又蛮重的。对。衣服裤子都是露水。这都打没了。沾湿了。没错，没错。今天的天空就是这样，一下子蓝天，一下子大白雾的，所以没办法好好拍一下抹茶的山林跟大屯溪的火山口。对啊。出来到小观音山的电塔发射台，这时候终于出大景了。抹茶山哎、欸。抹茶山。我们已经回到安步停车场了。那今天利用了6个小时完成了小观音山大 O 型。那沿途呢，大概都是建筑林，几乎都是，所以一直都在弯腰走建筑林。那至于路标跟指标的部分呢，其实还算蛮清楚的，是沿着战备道一路下到马路。那最后的这里有很多的狗，所以请你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务必的小心。那我准备在这边做一个 ending 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你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也欢迎您的分享。我们下一个山头见，拜拜，拜拜。